就不能帮我干点活吗？辛苦了，下次我做。每次都是下次，不服输。那你干嘛每次都要睡觉的时候做家务呀？睡前和小苏闹了一些矛盾。哎呀，你睡不睡呀？你凶什么呀？我动一动怎么了？你那是动一动吗？行，那我出去睡，不打扰你了。还是去道个歉吧。知道饿了吧，就是欠你。原来以为我翻冰箱是饿了。宝贝别生气了，回房间睡觉吧。我不回，自己睡，爱怎么动就怎么动。快点吃啊，吃饱了就跟你一起生我了呀。嗯，宝贝你真不回房间睡啊？我不回，正好床上不小心被我洒上水了，睡不了两个人。你怎么又把房间弄脏了呀？你为什么不把被子拿起来呢？是不是被我感动到了？本来要做个圣诞礼物送你的，特殊情况只能提前送了。以后的日子啊，我要做你的专属许愿信，跟你一起实现所有的尽情的愿望。那我也有个圣诞礼物要提前送给你。什么呀？圣诞老人啊。小孩子才喜欢圣诞老人。是吗？我只是没有办法，眼睛不看着他，我想要他的微信号码还有电话。